你们懂不懂先来后到？不知道排队吗？有没有教教你们？哎，你拿那么多纸干嘛呀？我拿点纸怎么了？又不是你家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是公共卫生纸，你拿走了，别人用什么呀？别人能拿，我为什么不能拿？你们怎么不用纸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也拿不到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，让你厕所都没得扫？人家也没让你不用啊。嘴巴放干净点。你们哪儿冒出来了？关你屁事儿！你在这里用多少都可以，但是你拿走就属于盗窃。哟，就这点破纸还能把我抓起来呀、啊？老师说过没做什么贡献，也不能添乱，就不能做好榜样吗？小屁孩，滚一边去！哼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老婆，别管他。哼，你给我们站住！你们想干嘛呀？纸必须给我放回去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我就不放，你能把我怎样？警察来了，看谁丢人！看一看，大家都拍着的。